坚守岗位。那么呢，我们也希望在本次的道境当中，我们走过的每一件土地，我们寻找过的每一寸土地，也都能够赐福、赐平安、赐喜气、赐财宝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。同时，也预祝大家能够心想事成、万事如意。比较冷门的祝福地哦，要来恭迎的，来自于那个周杰伦、天空的，那你们就请来选代表来祝福。